欢迎来到小雨的气球教室。今天要教的是十个泡泡就能完成的小老鼠。先转三颗泡泡，大约二到三指的大小。接着把第二和第三颗泡泡转在一起，再重复一次刚刚的动作，一样再转三颗泡泡，一样把第二和第三颗泡泡转在一起，然后再重复一次，再转三颗泡泡，再把第二和第三颗泡泡转在一起，就完成啦。教学就到这咯，想学什么气球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最后别忘记分享、按赞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咯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